我这拢是了，哦，这几乎逐档拢有啦。一只里长柯宗义，这着像冰箱以及手机顶面大批狗虾，本来表示这狗虾除了偷袂完，上届困扰民众的是亲自面体，会家人佫会作秀，后民众生活是大受影响。伊也唔知到底是甚物原因咧，对吧？啊，公所这边也嘛是有你防范啊，用的你要偷狗虾嘛有饲落了，嘛感觉嘛是效果不怎么好，对嘛？嘛是问题嘛是，唔知要怎处理咧。他爬到这个窗户啊，对，那里面的窗户也都是啊，爬得满满的啊，当然非常大的困扰啊，而且他会爬到地上，对啊，就，而且杀虫剂没有什么效果。一狗也看会尴尬呢，他会尴尬。哎，我那孙啊不是老尴尬呢。来到餐厅内底，也当发现真侪狗虾跳在菜柜顶面，不管是树顶、墙面，甚至面体大门，都被这含名为“油箱琉璃鱼”的狗虾占据，赶拢赶袂走。民众真困扰以外，直接顶公所更加发现，这款狗虾已经有卫山区拖顶到市区的现象。哦，不敢提到安尼，哎，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包括中央，包括县政府都有说今年要来编列这个补助或者是预算来执行这个防治，但是实际上呢，今年中央跟这个县政府都跳票了，所以说公所这边当然还是要自己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找钱过来做这个小规模的这个防治。希望有关的单位会当想出这个地沟下这个办法来帮助这些农民还是这些住户来。消灭这些狗虾。每年夏天，油箱琉璃鱼就会再次成为一只顶面的噩梦。民众真希望有相关单位或者是学者专家，会当研究出一个真正会当将这款狗虾赶离面体的有效办法。记者金山采访报道。